小安，你这是又买啥啦？小卖部搞特价，我买了五支口红。哇，刚好我这支用完了，给我一支吧。哎呀，想得美，我自己都不够用呢。哼，小气鬼。哎，这个不错。我的天哪，竟然还能自制口红，只需要简单的几种材料，就能做出超大口红，据说一年都用不完。不是嘛，口红还能自制？那如果我要是做一个超大的口红，岂不是再也不用为口红发愁啦？叮叮叮，下单下单！宝贝们，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觉得我会成功吗？觉得会成功的扣888，不成功的就扣 BBQ 了。因为这次做超大口红的工程巨大，所以我们要先将材料称好。准备杏仁油350毫升，蜂蜡120克，口红粉20克，还有一个锅。我们先倒入杏仁油和蜂蜡，隔水融化。你们说我像不像在熬白粥啊？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把可食用的金箔纸拆出来。这金箔纸真是薄如蝉翼啊，我可得小心一点。脖子酸啊，拆金脖子可真是太累人了，你们确定不给我点个小星星吗？然后再把这100张可食用金箔研磨成粉。研磨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啦。没想到这100张可食用金箔子磨碎了之后竟然这么少。刚好蜂蜡已经完全融化了，我们把金箔粉和口红粉倒进去，然后搅匀。我选的是斩蓝色，你们平时用的口红都是什么色号的呀？已经完全混合均匀了。噔噔噔，我们的主角登场啦！这样看你们是看不出来有多大的，那这样呢，是不是瞬间就高大了？趁口红还没有凝固之前，把它倒进模具里，然后把它放进冰箱冷藏一天。24 hours later， 已经过去一天一夜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宝贝们，我的超大黄金口红成功啦，里面金闪闪的呢。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，我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先试一下哈。一个字，卖。哦，还挺好看的嘛，很显白哦，而且还不灵不灵的，必须要叫小爱来看一下，让他也羡慕羡慕。小爱，你看，这是普通口红，这是你的大口红，这是我做的超大黄金口红。天哪，我以为我的口红够大了，没想到还有更大的呢。西西，可以分我一点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，谁让咱俩是好兄弟呢，必须分给你啊。小伙伴，还记得我刚刚一共用了多少张金箔纸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。喵耶！Yeah!